夜探呢個流浮山，去幫記食晚餐，團年飯啊！繼續入。是不是這裡呢？在這裡入，你一路找著幫記啊，在這裡啊，對啊，沒錯啊。要求我一定要買啊。是啊， OK 的，只收現金。不是啊，你下次下流浮山真的要帶多些現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們不是不想可以碌啊，是拿不到那些這樣的。嗯，嗰啲咁嘅嘢，加一扎蝦面350，自己攞。啊唔得喎，我冇，我依個袋擠唔到，可唔可以買個袋啊？小桃園出邊咧好多嘢啊，又買咗啲蝦片。咧係啦，依度。是正三百位。我依度啊，今次依度。哇，会食龙虾会不会太豪呢？有冇蝴蝶螃啊？吓？冇得翻啦，已经。哎哟，好短时间蝴蝶蚌系嘛？咁有咩啊？扇贝有冇啊？有，有啊有，入到啲啦。小李哥，胡叔佬介绍噶，你知唔知啊？一讲胡叔佬点啊？哦，正三斤咋，得三斤，呢啲系咩嚟噶？呢啲扇蚌啊，扇蚌得三斤，但胡叔佬个袋又平多40蚊，我一个录翻俾佢，话俾佢听先。呢个系个胡蚌啫，系。虾条黄虾，系条黄虾，呢个系条黄先系咪？点煲点煮好定系点煮？点煮？我哋开大会。啊、有老中青啊，老中青大食会，唔系我哋倾紧要事，正经嘢今日倾大茶饭 ，make and share。好，嚟个例汤先。阿宇华，咩嚟噶？呢个系咩啊？呢个系圣旨。呢个圣旨啊，反而而家有圣旨啊？你攞螺丝笔就咁揭开就食得噶啦。嗱，系咪系咪好似蝴蝶咁啊？冇胡须佬就冇呢只嘢噶啦。饮杯，身体健康最紧要，新年快乐啊！呢啲龙趸尾啊，嗱，呢个中虾，龙趸尾加中虾，跟住呢个咩蚌，呢个咩啊？咩螺啊？呢个辣酒煮花螺。辣酒煮花螺，冇想似嗰只咁大，但都大。开心啊，因为放假。放假咧，大家咧特別開心。好，今餐食完，明天就去玩車。拜拜。今日食完飽飽，翻屋企，聽朝又有節目，因為今日係最後一日翻學，放假啦。聽日我哋同約咗佢哋玩車。要玩車咧就玩攀爬車，咁啊，聽日佢阿峰會帶我去朗屏啊，去行山，咁玩車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到呢度啦，我係卡洛斯，喜歡我嘅影片，請訂閱，加一陣，分享出去，拜。